王星这个，他害得很多人很惨，真的，他拍戏拍的太离谱了。77岁的资深演员冯瑞范移居台湾多年，已经甚少再亮相香港演艺圈。不过早年佢拍过不少经典港产片，包括由王晶执导的《最佳损友》等作品，搞笑形象深入民心。不过原来对于冯瑞范嚟讲，拍过王晶的电影并不是一件开心事。日前佢出席台湾新戏《蝴蝶大厦》记者会，期间在受访嗰阵，佢竟然语出惊人，公然闹爆王晶系。又形容早年的所谓搞笑作品是他一世的耻辱，冯瑞范这番言论随即引发网民热议，不少人都认为他讲嘢太过不尊重王晶，而王晶本人事后亦都在社交网发文反击，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黄大道就配上冯瑞范昔日在电影中的剧照，并且句句有骨霸气写住姓冯的患上了被害妄想症，哇，隔住个 model feel 到火药味十足啊！不少网民都表示力撑王晶，毕竟他的作品曾经陪伴好多人成长。